晚上保证你们好睡觉。很好睡啊，很好睡。对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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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放哪里？刚进来，这边放这边。哎，一进来就有酒香哎。哇，我已经醉了。哦，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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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好用。好香哎。等一下，我们第一个步骤先削皮，是啊，削皮削完的干净的，我们就放在这里这边，好集中一下，因为两个比较快嘛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拉过来，这个甘蔗榨汁机这里，好，这个，哦，它就会开始削好的，我们就开始榨汁，不错，好，那我们这个甘蔗，我们这一次要做的这个是要做蒸馏的。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十几度嘛，哈，十几度再透过等一下的蒸馏器，它的平均酒精度其实以我们家在做的大概都是五十几度。其实我们巴西的果酒就是甘蔗酒，然后其实甘蔗酒的英文是 rum， 最早的就是 rum。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浓度大概是抓五十一帕，五十一帕。然后再过来的话，我带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边呢，前几天我们就有带皮的，因为你们来这里做不能做这么轻松的啦，哈哈哈。那所以这个就是发酵完之后，再把这个的汁，我们再走过来的话，我们再把这个汁放到这个蒸馏器里面。蒸馏器。所以隔壁就是我们再把酒再煮慢，比较短的期限的大概是放半年到一年，然后长的会放个三五年，因为它都比较成熟嘛，会越香，会比较顺。我们的酒有一个缺点，怎么说？因为我们没有加香料，所以我们的香气是比较不会像一般打开就哇，很浓，那个味道很浓，没有，我们家就没有。但是我们家的酒，你再怎么喝，隔天起来头都不会痛。对。这只是跟这酒的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去。好好，走。那好，那等一下哈，拿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刀很利啊，我们要自己要注意啊，好啊。为了省时间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去头去尾，去头去尾哈。那这个我之后再处理。好，好，看到了哈，看到，很长，你们不好削，你可以把它弄断。OK， 然后削皮注意手，好，不要这样子就肉就没了。所以你可以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好顺哦，好好吃哦，就这样子。我先咬一口哦，等一下我可以给你咬一口啊，要吗？咬一口，好。然后这个因为有咬过哈，它武汉病毒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弄掉。哎呦，啊，这样可以，很实际哦，可以。你先练习看看。要注意嘛哈。对对，抓到感觉了吗？一点点。这还蛮不好施力的。你左手出点力，然后右手，你不要急，你要用这里。不是用这里，是用这里。对，摔哦，想要平一点是不是？对，平一点。不知道，感觉很轻松，对不对？看我现在好像很快。真的？对啊，要带个脚步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术有专攻，有吗？帅，对，继续。这不好消哎。你还没有抓到诀窍。你现在做什么？我最早的时候是做那个资讯工程师。那为什么会转下来？不一样哎，啊，你也是啊？不一样啊？没，我说好不一样。我以为你跟我一样。没，那等一下越长越好，等一下好炸。好的。那为什么会回来啊？你要资讯工程师每天都坐着一张电脑，一张电脑。对。那按到后来啊，你会发现你的肩膀常常在看中医啊。为什么？同一个姿势啊。对，同一个姿势，职业病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，当时有小朋友的，土里的乡下读小学，他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。回来是先做民宿啦，做民宿的时候我们都只知道说假日肯定会客满，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不一定有客人，对，是。那你那么长的时间还可以做什么？对嘛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不然我们土里最有名的就是红甘蔗，我就拿，当时就想说本来要拿红甘蔗来做醋。做醋，因为我自己不爱吃醋啦，怕酸，所以后来想说，那做成酒，它反而可以把甘蔗的价值拉高。那我继续哦。哇哦，
太可怕了，太浪费了，太浪费。那可以可以可以，丢过来，丢过来，丢过来，对不对？嗯，这还可以吗？可以，等一下，一点点皮吧，稍微一下这个火，这小小子，他赶快先敲。我这边，小哎，这到底是肉还是？我跟你讲哦，像我们这个甘蔗啊，甘蔗如果在产地的话，一斤大概从12块到20几块都有。我们再把它加工成做成酒之后，我的一瓶酒600cc 的是卖490。490，对，这个酒做完蒸馏酒是没有保存期限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放越久是越值钱。啊，甘蔗不一样啊，甘蔗你如果时间过了它就坏了，就对啊，所以也是算是延长它的生命周期，它提高它的经济价值。对，了解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一桶，阿伯，我们那桶，但今仔日是当烘肉的，迄不是烘肉啦，迄就是要烘甘蔗。烘甘蔗，烘甘蔗。咱古早的时阵啊吼，啊就是囡仔呐，脑不好的时阵哦，烘甘蔗类，吼，啊里面有呢甘蔗汁，咱的脑吼，对好，安尼会较顺畅。哇，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脑干那无盖好了。啊，无盖好，那你再烘透吗？我们等一下特别要留一杯给武阳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能不能救治他的声带。OK， let's give a try。这里是什么厂？这里香山。哇塞，用香山哦！天哪！你说木头吗？木头一种，金方，这我喜欢。哦，有了，起火了。你好，镇上的哎。你是要插在这个洞里的吗？里面买沙的，好酷哎！然后等一下，这温快变酱嘛，对吧？不，还好，太咸。下下家。是会吗？哦，下下家。你可能可以帮忙搬一下。没有。反应。搬甘蔗。那边有什么？要用水吧。他直接就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会搬上。阿北，这边喊瓦固哈。嗯，烘到这吼，已经拢你家看拢会臭味啦，内底这外口这出汁出来，出汁对晒哦，所以讲较冰，哦，爱冰哦。哦，你为什么都？我你还怕不怕？无啦，我到这外边温水啦。哦，对，他会从那边。当讲时间要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就离远一点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好酷哦！他就是要反过来。我第一次这样，我也是，下次我就知道了。哎，这里都出汁了啦！哇哈！哇塞，哇塞！我天哪！有哎！这根本就是甘蔗汁，它是滚烫的甘蔗汁哎。嗯。呵。身边人被嫌弃过吗？呼！哇塞，这好香哦！它会有一个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好像发功哦。哦，你帮我拿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水了，你快一点啦！刚才是我骗了你，是要沾水吗？你刚不是说沾水？都还接，你还接？哦，好香哦！哎，但是。烤过了，看这真的比较难那个，来拿的，不是了，你拿那一边了，拿那边，这边拿的，哦，好嫩哦，阿伯这样就可以吃了吗？要小心点哈，小心一点，你看，好，很烫吗？哦，小火一点，嗯，哇，超好吃！哎，真的，我完全把那个吞下去，太好吃了！哎，超好吃哎！对啊，咱台湾叫小火家好不好？你那边叫怕恁他妈的火家。真的，没有人诶。
哦，原来这甘蔗这么好吃哎 ！Oh my god！啊！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为什么这样的方法哈会让喉咙变好了？你看，来，这给我。就是呀。好，收大机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它喉咙会变好吗？请说。就这样，你看啊。哦，豆哥，你小心哦！你没有听到吗？刚有一个声哎，你还好吧？我该做什么？我越来越尴尬。你还好吧？啊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变好了吗？开嗓。开嗓，因为我刚刚讲哦哦哦。OK。等一下，一定要给五羊吃这个东西。就跟你讲，五羊大口啊！你知道五羊每次吃甘蔗最喜欢那样。我们现在拿下去给他们吃吃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超好吃哎！好好吃，我跟你讲超好吃，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种烤甘蔗哎！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不敢吃甘蔗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看不懂啊。要小心手。我发现其实不用筷，就顺顺的，它就顺顺的，就这样子啊。都打老虎队干嘛？哇！孝敬你们。对对对，哦，哇塞！准备好我发现惊为天人的东西耶，而且等一下还没完呢，你要赶快吃，那给我，你要小心，不要烫到。等一下，大家要话，它那甘蔗是超香的，它整个那个甘蔗都要出来，而且它这个是用香山的木头下去烤的哦。嗯，对，香山木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好烫哎，也是猫舌头哎。哈哈哈哈哈！烫哎，哇，要注意啊，好喝，有没有？你看我们有，看我们对你们多好。他们两个削到现在才削这么多，不好削啊。那个是一根吧？这个是一个吧？我们还在了解这么做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讲可以吃这个甘蔗。我们重点要测试一个事情，来，你现在可以唱歌了，预备去。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。哎，有嘞！带来浪漫的气息。哇！一首情歌不忍受满意。哎，没有，不够，再补一口。哈哈哈哈哈！觉得这个吃的久会变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说这个啊，热的烤甘蔗对你的喉咙会非常的好。我们刚就这样来试的。哎，但你前面哎。吃一口就有这样的效果了，哎，你唱一首歌的时候要咬两三口就够了。哦，好吃哎，这边啊，手牵手跟我一起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你这段可能整根要吃完才有办法。OK OK good。哎，你们现在要酿酒的嘛？对，准备要开始。我们刚在上面辛苦的工作，我们真的好辛苦，我们做差不多了。啊，走。哎，你们到大概这样子走哦。没关系啊，他们每次都这样子。哎，不是聪明的，因为聪明。因为上面还有牛肉条要烤。哎呀，好辛苦哦。好辛苦哦，好辛苦。其实蛮简单的。对啊。要不要握一下？要不要。对。不要。啊，好吃吗？这是。但麦说是兄弟，真的。我帮你把这个再削一下，怎么样？那你削一下，这个红红的就不要了。哦，其实烤真的好好吃哦。好吃哈，应该是你第一次吃过吧？对，这次烤的是第一次吃过。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玉米的味道？哇！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！